各位听友好，根据1982年宪法规定，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国家高级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该宪法实施后，中国历任国家主席任期均未超过10年，但是种种迹象显示，现任制或被习近平打破。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内幕第58期的内容：习近平任期或无限延长，中国将陷入新一轮政治混乱。贺女士，你好。你好。贺女士，为什么本期内部杂志称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并不想遵从现任制，其任期或将无限延长呢？按照之前中共的惯例，习近平的接班人应该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指定，但是新史记杂志早前曾经独家报道称，习近平并不打算在十九大上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习近平似乎已做好准备，把指定自己继任者的事情推迟到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以后。由于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外界猜测其是不是有意令中共高层领导梯队出现断层，从而为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进行铺垫，打破10年任期的现任规定。内幕杂志认为，习近平或打破政治局七上八下这一不成文规则，也是为了延长自己的任期。是的，虽然从表面上和近期效果看，废除七上八下的最直接得益者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这样可以使得他在十九大上不至于退休，但从长远看，真正获利人是习近平。若外界盛传的习李之争是真的，那么在二十大的时候，习近平就不会因为年龄问题输给比自己年轻的李克强，可以无限期连任下去。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现任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任制是由1982年宪法正式引入，这部宪法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覆盖到了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人大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这些高层领导人，但是国家军委主席不受这一规定限制。中共党的领导人是否也受这个现任制的限制呢？是的，现任制虽然没有被载入党章，但是却被收录在另外一个重要文件中，那就是2006年8月6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与宪法规定的现任制大体内容是一致的，它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2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不过它的更大意义是实实在在地发展了一党之下的现任制。暂行规定还扩大了现任制的覆盖范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正职领导成员都在限制之列，由此大体实现了现任制的全覆盖。根据这个暂行规定，在宪法和党章中不受任期限制的中共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也开始受制于现任制。用官方语言说，这一暂行规定标志着我们党持续80多年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终结。指定接班人和七上八下两个制度有没有被写进过任何党内规定呢？没有，这两项规定在中共内部是不成文的共识，是对上述现任制的补充。指定接班人制度出现于1989年之后。1989年，邓小平在妥协中认可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之际，出人意料地为他不放心的江隔代指定了接班人胡锦涛。1992年，
经政治局常委宋平的推荐，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正式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顺利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又依据这一不成文规则，在2007年秋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从一个普通中央委员一跃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了王储政治生涯，并在中共十八大成功上位。七上八下这条不成文规则出现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当时江泽民的政敌李瑞环是68岁，为了逼退时任常委李瑞环，江泽民和曾庆红搞出了一个七上八下，不仅李瑞环因此退休，曾庆红也依循此例下台。因此，虽然这指定接班人和七上八下两个制度没有落实到文字上，但是在中共内部一直是被严格执行的。胡锦涛在裸退之际，意欲指定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作为习近平的接班人，但内幕杂志认为，胡春华并非习近平的嫡系人马，胡锦涛的托孤难以落实。那为什么本期内部杂志对于习近平或将终结现任制忧心忡忡呢？现任制是制约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如果选择放弃现任制，就等于说中共决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专制政治。如果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向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回归，不仅增加了专制政治的可能，而且将迫使中共上层政治进入没有规则的新时代，宪法将被改写，贴上习近平到此一游的标签，党内游戏规则也将因此因人而异，其结果就是政治秩序的紊乱，中国社会将离政治文明越来越远。好，克兰若女士，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明镜书刊》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感谢索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